大家好，这里是墨迹。今天呢，我们要回来玩利普拉的梦。那我们就直接从已经不是算上个进度了，因为我这次底下有把我们之前看过的那些任务呢再跑过一遍，所以呢现在我的魅力已经有8，但我身上呢还有4颗苹果。那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些任务我还没有去跑，那我们就来跑一下。我就主要是跑给大家看啊，就是森林这边就是那个独角仙的部分。他说，那么你可以帮我将这个大力独角仙拿去住在这边区域的青蛙，然后我知道这应该没错的话，应该是下面的一只青蛙。对，这边就突然冒出一只青蛙，因为上次就冒出一只青蛙。给你吧，将这个卖出去的话，他这辈子就不愁吃喝。喂，你骗了树精，你一开始就打算卖出去？我得到了大力神啊，大力神，树精先生解除了嫌疑，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没有可疑之处啊？这样行吗？我先回去回复一下，看到是有什么反应。我选骗了他会怎么样啊？虽然很遗憾，不过为了生存，有时也需要伪装自己。不管是我还是青蛙先生，都在尽力的活下去。所以你不觉得一昧的斥责青蛙先生这样太过无情吗？就算为了生存也不该骗人，如你所言那就没有办法。好吧，那如你所言吧。哈，他也骗我？为了得到高价的大力神，我和青蛙先生合谋骗了你。好，所以你也骗了我就对了。好。好，我知道你可以忍忍。谢谢你，原来连你也骗了我，怎么这样呢？那我们来储存一下。接下来呢，我要去矿坑，不是洞窟，按错了，矿坑。对，那我有找到那个要给他画的契儿。你说这是宅邸那个小鬼？这叫小鬼，真是个高高在上的主。得到画这玩意也填不饱他的肚子。哇，这个画框好像能卖个好价钱，很好很好，过了这么久，看来总算能吃顿饱饭。妹子，麻烦你继续让那个小鬼继续帮忙画画吧。哈？没什么事，底下。我先这样子，我先回去豪宅好了。可是我钱我应该没啥钱，看一下。对啊，我帮你送过去了。哇，他还给我蓝宝石，还给我苹果，说还有银币。那他给的东西是蛮多的。我觉得我应该把那个画买回来之后给有一只南瓜。对，就是，对啊，那我先把其他南瓜不能兑换南瓜射掉，因为我需要点钱。算了，那我们去试试看好了。四种大宝石，哈，所以我还差一种绿色。讲话好像有点大声，之后因为刚才飞机飞过去，所以蛮吵的，而且现在也下着大，应该会听到蛮多声响。好，那我就去收集一下哦，大家就稍等一下。OK， 我
绕一绕之后，突然这边居然有企鹅会讲话，因为之前没有这只的说。我在被带来之前是一名画家，虽然我是喜欢绘画，但是作品总是卖不出去。有段时间我变得自暴自弃，还把画撕得粉碎。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得勉强活下去。某天，母亲的身体出了毛病，虽然马上就送往医院，但是医疗费太高了，所以他拒绝。结果他母亲就说：“这种小病，睡觉就好，不要紧的，你就继续工作吧。”天哪，太难过了。结果他母亲就任意瞧说，因为毕竟没有要看医生嘛。不得已就借了高利贷去付了医药费，母亲就顺利的住了院。但母亲担心金钱的问题，我就骗他说我的画终于是有人赏识，开始卖出去。不过最终母亲还是去世。他在打算整理母亲用过的衣橱时，发现大量的纸片，那些竟然都是我当年自暴自弃时撕掉的那些绘画。母亲总是对我说：“有梦想就是希望，你实现你的梦想，你要永不放弃地不断努力。”所以我现在也一有时间就继续画图。可是就算我工作一辈子，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吧。所以我拜托你可以替我将那幅画卖出去吗？好啊。哦，那我就可以卖这幅画给那个啊。那我还要买那个小孩的那幅画吗？难怪小孩的画吗？因为我只差四块，我只差绿大宝石，我就可以买了耶。我觉得我可以去买买看。好的，各位，我回来了，我们来交出四个宝石吧。好，我们就先把它买回来，虽然也不晓得能做什么。好，那我们就先去豪宅。可以还他吗？不行，外围说要还他，那我们把画呢卖给这个。你真的诶啊，可是我还可以把它送回来。诶，他打我，是因为拿走他的画吗？诶，我还你了。哦，那要我去跟那会画师问声好。对，好像是真的，我拿那幅画他就来打我，他现在就不会了。那我想去我看一下，我先回音乐一下，我去拿捡个药来吃，一直被打。那我们底下就先回到矿坑里面去找那个画师。偏偏想要捡药的时候，却一瓶也没啊，有了，不然真的是有点危险。嘿，这里连这里的鱼都不见，真的想要捡药的时候偏偏就没有。好，没关系，那我们先回矿坑吧。奇怪，那我买回这幅画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没关系，不管它。因为毕竟这是重玩的那个记录啦，所以我之前捡了一大堆补品啊，当然就没了。我之前抽到补品的。我超难过了，请你收下的哦，你不要吗？哦，好吧，他很好心的把那个钱啊苹果都留给我，他不要啊。我还有蘑菇啦，现在才发现。
好，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就先存个档，回去一下。好，那我们这现在要来那个给他苹果，那我们先把这个对话先放一放。好，二确认的东西就是我们上次取得的娃娃。哦，对啊，我好有钱，还放了电视。对，那我们给他苹果吧。我不知道，是先学会按，因为我们现在先把它抽到十，我们就可以去墓地那边。好，先过去，我们先去。直接到墓地。哦，像之前前面入的啊，就是一直想要去的地方，我现在终于可以去了。对啊，对啊，因为现在下大雨啊，之后因为下午的关系，吓到我。之后那个打雷声啊，雨声都蛮大的，可能会录到一些声音呢，所以请大家见谅喽。这也是脑部，艾米丽小姐的脑中全是艾米丽小姐，如何，吓到了吗？人类就是如此，很遗憾，这个世界里没有您的容身之处。那么，下定决心了吗？现在的您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吧？等等，忘太快了，来开这里，让艾米丽小姐来解脱。我是想说两个结局应该就是离开一个不离开吧。我猜啦。稍微看一下。好像没什么特别的，难道真的只能往下就这样就往下了。我可以狠心把他们都杀了吗？我这样会不会太狠？就是想把人家变不见，欸，他就跑掉。啊，刚那只欸，现在没了吗？啊，还是会回来，好吧，那没有用，我还以为把他变不见呢。那接下来我要去哪里呢？刚刚那位先生呢？还是说这里的墓地有不一样吗？好像也没有，因为刚刚点太快，我也没看到说他叫我去哪里，还是我直接回家。对啊，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吧，那我直接回家看看。来，他烤了饼干，哦，谢你啊。我还没吃啊，不能射这一只啊！那我现在去哪？还是我再去看一下好了，因为刚刚真的没有看到。刚刚是这个吗？真是抱歉呐、啊，又来一吃。好的，各位，我看到了，他说叫我去新丈夫房间等他 ，OK。还好要重新看啊，不然在那边等看了半天，可能还是在那边闲晃，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您将艾米丽小姐的心中离开，启程到时候的世界。如此徘徊于生与死之间的艾米丽小姐马上就会醒来。没有。哦，可是他说，哦，还是可以过来，那我们就去吧。我们直接先去看看好了。我就对什么都不要留恋，就直接先走，看是不是迎接其中的结局。
太好了，看来很顺利。诶？利卜拉，抱歉一直骗着你。之前和你说过的事都是骗你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的心中，这个世界是你的心中。哦，难怪他满脑子都是他。其实死的是我，而彷徨在生与死之间的是你。你想起来吗？这个是你的心脏，我作为亡灵停留在你的心中，你封闭了自己的内心，睡眠能苏醒，所以我为了让你下定决心离开这里，对你说了谎。利卜拉的脑中想的全是我，我好开心，因为记挂着的全是我的事，所以才无法苏醒吧。但是已经不要紧了，你要连我的分歧好好的活下去。我会永远留在这里，留在你的心中，永别了。谢谢以来一直你的照顾，强烈希望不要离开。那应该就是两个结局了啦，我们就先选不要离开。诶，什么？那我应该就会死掉。停下来了，哇！利卜拉，你死了？怎么会？为什么？住到那坟上也要和我在一起？今后永远在一起吧。哇，现在那个雨真的很大，那个雨的噼啪。OK， 抱歉啊，因为它有那个音乐，但我不知道的它这个有没有版权问题，所以我就这边先把它关掉。因为我刚刚是想要讲说那个雨噼啪打在那个我的外面的栏杆上还蛮大声的。那这边一样让他跑哦。这个幕后的名单。哦，那个音乐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想听的话，可以自己下载来玩这款游戏。因为我觉得怕有版权问题，所以就只能先关掉啦。那所以大家听到这边的会非常的安静。那这边的话，他们两个就永远停留在这一个地方了，在森林之中，在冰冻之中，停留在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小世界里。对吼，我忘记把那个音量关小一点，我不知道要麦克风有没有录到声音，如果录到就好笑，因为他那个音乐其实真的蛮大声的。那就大家忍耐一下哈，没有声音的确是会蛮枯燥的。不晓得是哪一个才算是他的真结局。喜爱的歌词，喜爱的声音，
啊，右边都有他的这首歌的歌词，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即便你手落下的，太快，只要我心里悬着彩虹，用这畅快的歌谣收官的结局，多么的甜美。那样的每天都是幸福、从容、从容，哪怕明朝迎来世界的终结，也要展露笑颜，好好道别。OK。利布拉的梦，好，我不记得唱完了没，可以听一下。好，唱完了，唱完了，那我们可以选另外一个结局了。怎么会有选项？一起来吧，去哪？哎，去哪？哦，可以起来耶，好好玩哦。那我们现在去哪？忘记开声音了。我还可以到这里看吗？哎呦，真是死掉了。那所以说，这边就等于是我们两个人，被困在这个世界之后，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吗？是吧？比如说，我们两人组队四处跑跑照。回我的脑内看一下。一样是。他看到我这样子吧，他自己射了，他不知道作何感想。好，没关系，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存档嘛。我刚刚有存吗？喂，18。好，没有存，我没有存说去墓地之后的存档，因为。那时候没有，不知道说选项在那个地方，反正很快啦，我们就赶快看一看之后呢，再选择我们决定要继续活下去。可是啊，醒来之后呢，因为没有那个利普拉在身边。其实我一直以为它是南瓜，结果它是苹果。一直以为是南瓜，对，我来了，是，我要离开，永别了，谢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利布拉。来生再会。我想应该醒来之后就回到医院了吧，即使是暂时的离别。哦，OK，这个真的有版权，因为我现在才发现那个音乐是树荫的，所以这个有版权。还好我又把它关掉。那目前这里呢，也是先来到这个幕后的地方。不晓得它后面的图案啊，就是刚才那个场景，是不是有没有一样？因为刚才是还在梦里嘛，那这次我们醒来呢，会不会在医院呢？也不晓得。
如果死期当天就是世界末日，不会有人因此悲伤。世界末日大将军已死了，怎么觉得这个歌词有点也太感伤了吧？也不是感伤啊，是觉得叫什么讲？OK， 哇，真是只有他一个，又可怜了，他在哭诶。天啊，这也太可怜了吧。但是没有办法啊，他毕竟还没有死嘛。他如果执意要留在这里的话，那现实他就不存在啦。我想他这里就只是因为他要放音乐嘛，所以他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过场。但音乐没办法播，就没有办法啦。啊，就这样结束了，我还以为会有回到音乐的场景之类，比如说他很感慨啊，说说他的想法之类，结果都没有，我错了。好啦，那这款游戏呢，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啦。那它其实还有一款在更之前完成的作品，也是梦境系列。但那款好像比这两款还要长的样子，不过好像就跟这两位角色就没有关联性。好，我看一下哦，因为它这边是水舞的梦境，抱歉我听到是水舞的梦境。那没有这款这么长啊，大概 1.5 个小时，应该时间我是觉得是差不多的。OK。好，那我们下一次就玩那一款《雪舞的梦境》。那我们今天就先玩到这里了，我们下一期，我们下一款游戏再见，大家拜拜。